好久没有迟到啊、哦！你，这个如果不是报告的事，不要跟我说话。我说的是报告的事，那就不要那么多废话，有话快说。看你这个态度，我不想说了啦。那最好，我们赶快把资料找一找，回去分配做报告。能不要说话就不要说话。跟我想的一样。你要去哪里？去尿尿，这不关报告的事，应该不用跟你说吧？哼。糟糕，茉莉怎么刚好也跑来图书馆了、啊？我刚刚才答应他们不会跟宝珠姐在一起，如果被他们看到我跟宝珠姐在这里，茉莉一定会很生气。你不是要去尿尿吗？站在那干嘛？闪到了！你如果再不起来，我就让你全身都闪到。你压在你祖母身上，就找死啊！你干嘛？我怕冷啊。大热天的，你怕什么冷？来个图书馆，你怎么毛病那么多啊？烦死！你不是说要去上厕所吗？我上不出来、啊。你不可以对我那个哦，这里是图书馆呢。你的茉莉就要走过来了，你不怕她看到我们在一起啊？谢谢你哦，好险没有被茉莉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。不然我们就……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等我啊！喂，宝珠姐，哎，宝珠姐，宝珠姐，你怎么走了？我想走就走，干你屁事啊！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不是说一起做报告的吗？报告还没做完，你怎么突然就走了？而且连为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你真的好奇怪哦！是你奇怪还是我奇怪？你连跟我做研究报告都要偷偷摸摸的，怕被茉莉发现。你干嘛还要管我去哪里啊？我离你远远的不是更好吗？可是反正无所谓，我们已经说好了不要说话，只要做研究报告就好。现在资料也找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回家各自写一半，之后再合起来就好了。哎，小姐您好，可不可以打扰你几分钟，帮我们做一下？闪开！哎，小姐，几分钟就够了，我们做一个。叫你闪开！喂，这么久不见呢，你的脾气还是一样。学长，你这块人放开他！我是警官吗？我来救你哦！这傻小子是谁啊？他是你不要管我是谁！你这个坏人，放开宝珠姐，不然小心哦，茉莉摸太极拳哦！看起来的确很恐怖，我确实有点害怕。好，会怕就好。
保护姐，躲在我后面，我要保护你。保护姐，您刚刚先打坏人，怎么打我人？我拜托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？每一次都自以为是想要救我，结果反而被我救，还不搞清楚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？他刚刚抓住你不是坏人呐，他是谁啊？他是我高中学长啦。高中学长？你好，我叫何岩峰，你是？他是我同班同学，他叫惊世骇俗丑不拉几香菇头。啊？什么丑不拉几香菇头啊？我也有名字哎。你好，我叫林达亮。学长不要理他了，你就当他是随便路边长出来的小香菇好了。什么小香菇啊？你不要跟我说话。你已经跟我说很多话喽。刚刚是混乱状况不算啊。哪有这样子的啦？学长，你怎么会来杭州啊？我来做市场调查。顺便举办一个甜心小姐的选拔活动，你跟她打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聘请的试调人员。你是在求我？好啦，你难得来杭州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吧，学长。对啊对啊，学长，你难得来杭州，我们一定要带你吃好吃的啊。什么叫我们？你为什么可以叫学长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把手放开！你又跟我讲话嘞？我。谁像你这么厚脸皮啊？我跟学长去吃饭，你跟屁啊！没关系啊，宝叔，他是你同学，一起来。不要。干嘛这样啊？这样好了，老方法决定。好啊，谁赢的就听谁的哦。你们要干嘛？啊！我不跟你们去吃饭了，莫名其妙，干嘛打的啊？我的腰！还好高中有教柔道社，有你教我柔道。不然我一定会被欺负很惨，像现在在学校就没有人敢欺负我。我本来有点担心你，不过现在看起来，我的担心好像是多余的。你担心我什么？高中的时候，你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我担心你上了大学还是一样。不过你现在看起来过得还不错，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朋友。可爱的朋友。就是刚刚那个什么，惊世骇俗丑不拉几香菇头，你说他，又笨又白痴，好不好？就这样才可爱，不是吗？你干嘛问我啊？是你觉得他可爱，不是我哎。我看他好像有点喜欢你。屁嘞！你不要乱讲话啦。没有。没有啊。那不但又笨又白痴，而且还没眼光。你不知道他眼光有多高、哦，他居然喜欢我们学校的校花，哎，也不看自己什么样子，顶着一个香菇头还互动着。虽然那校花自己也不怎样啊。你是在吃醋吗？吃醋？你说我在吃醋？是谁的醋啊？那个香菇头。下辈子吧，他。希望你真的没吃醋，要不然就换我吃醋了。学长吓到我了啦！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痛才有效啊！你忍着点儿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去图书馆吗？怎么搞成这样、啊？因为
要是被他们知道我连续被两个人过肩摔，一定会被他们笑我没用的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去图书馆的时候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的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不要再问了，我很可怜了耶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个冷笑话，转移你的注意力，你就不会痛啦。好，什么冷笑话？赶快讲啊！我问你，香蕉如果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它会变成什么？答案是茄子，因为它晕车了。你会在杭州待多久啊？你希望我待久一点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在这里又没有朋友，你可以来陪我是最好啊。那个叫不出什么名字的香菇头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学长，干嘛一直提他啊？那你干嘛一直不让我提他？